他，你不是说你不吃吗？然后他就说，啊，就吃一口，太好笑了他。可以回答一下，刘令姿，刘令姿，刘令姿，好像听说我好像马上要见到他了，过2天我们就能见到啦。曾可妮，曾可妮，曾可妮呀，不是也马上要见到了吗？曾可妮太逗了，曾可妮就是很喜欢说话的一个人，他跟冉冉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然然就是极其不爱说话，谁刚跟我说我是最矮的，我看见了啊！别以为我没看见，太瘦了。我这两天吃得很好，因为他们我回来之后，我的经纪人还有我公司的人都说我瘦了，然后说让我多吃点儿。我这一想，这不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了吗？呵呵，我可没闲着，一直在吃。但是我因为我长期克制饮食，所以就再怎么吃，就是也不会胖的，你们放心吧。姐姐腹肌还在吗？腹肌必须在啊，腹肌不在了，你们是不是就不爱我了？多出来玩啊，好呀。我是下了节目，第一次跟你们见面，第一次跟你们聊天，多营业，好的，去超话，我有看到我的机场图，嘿嘿，给我拍的好好看呢。但是还是觉得那天。口红不是很好看，涂的。做好，我做好了。我自拍无敌好看啊！少来吧，这吐槽我的也是你们，说我好看的也是你们，骗人的也是你们。R&B all night, you just want R&B all night。你买了件很帅气的衬衣，问我什么时候去见你。R&B all night, you just wanna R&B all night. You can be my boyfriend. 请别做下次再来的期待。给你们唱一首。已做好决定，tonight，tonight，你给的真心，alright，alright，不管多远的距离。就越靠近，慢慢 dream， 慢慢 my dream。青春有你的相遇，种下我们的约定，慢慢 dream， 慢慢 my dream。你的目光为我撑腰，小小的我勇敢去闯，用最好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啊。约定把一起绽放。Yes, okay, yes, okay, yes, okay, yes, okay. 出发，巴拉巴拉巴。Yes, okay, yes, okay, yes, okay, yes, okay. 多远都可以到达，和我一起追吧。不怕多远的距离，越努力就越靠近。Dream, 慢慢 my dream， 青春有你的相遇，实现我们的约定。慢慢 dream， 慢慢 my dream， 你的目光为我撑腰，小小的我拥。
敢去闯，用最好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，约定了一起绽放。 Yes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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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发巴拉巴拉巴。 Yes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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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多远都可以到达，和我一起追吧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版本的，但是就挺想唱慢版的给你们听。和我一起吧。It's OK， 没时间去浪费，就连飞逝的光阴都弥足珍贵，多远都无畏，只为你实现梦想的依偎，带你去我的世界 right now， 领略幸福和美好。最后给你们唱两句 Promise 吧，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那个歌？其实我想录一版 Promise， 想录一版钢琴版的，你们想听吗？ Promise 万岁。好，那我就到时候编一下钢琴，然后一会儿到时候过两天吧，我给你们录一版。行，行。大点声好吗？好的。你们有人会去六一八吗？六一八是应该是有观众的吧？六一八有吗？哦，不知道。吉他的 Promise， 我可以让人弹吉他，然后我唱，因为那样可能比较快一点就能给你们出了。想听东北话，想听哪一句？想听我讲哪一句东北话？看看满足你们一下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好亮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你们都会了。你敢相信吗？学孙瑞说话，学瑞哥，瑞哥可是哪是我们能学的人呢？瑞哥可太厉害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我跟那个谁学的，跟那许新文学的。我有看我的那个 cut， 你们截的那个，太坏了。然后因为我们在分 part 的阶段，然后我选的 part 有人跟我 PK 嘛，然后我记得我说了一句，没想到我这趴还有 PK 这，我没想到我这段还有 PK 这趴呢，我自己看我都笑，哎呦太好笑了。啊，还有 battle 这出呢。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没想到我这趴还有 battle 这出呢。我就是东北人，我其实以前小的时候东北话挺重的，但是后来我就是学台词，然后身边朋友影响，然后跟我说，你做艺人做偶像，你一定要说普通话，然后就这么多年就习惯了，现在就完全就是说普通话了。然后平时跟我妈说话的时候，我妈东北话很强，很味儿很正，然后跟她可能会冒出一两句。
东北话也很甜啊，是吗？哦，谢谢！哇哦，我做的不好，我这么做挺好。我其实睡得挺早的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感觉就自己有后遗症了，因为我们在营里面其实睡不了，每天就只能睡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就睡不踏实，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叫去录制了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睡觉，然后会在练习室睡觉，然后已经形成习惯了，一两个小时就睁眼了。其实我每天在家这两天都睡挺早的，但是就是时不时就会惊醒，总感觉好像一会儿还要录制，或者是一会儿还要去排练，就睡不踏实。然后起来了就看看手机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就再睡啥的。想看狼人杀，我狼人杀可是挺厉害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还参加过狼人杀大赛呢，我都没告诉你们。我想去参加那种正经的狼人杀比赛，谁刚回了个 O，非常冷漠。我怀念长隆的生活吗？怀念啊，就是。觉得在那儿的时候就是觉得挺累的每天，但是走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就这么走了，就觉得还是有点儿，就怎么感觉，就是感觉怎么好像突然之间就要走了，一切好像就刚开始一样。软圆说要来北京，对呀，他应该下个月就来吧。他不是说要来北京过生日吗？他还让我去接他什么的。我想一想吧。花，就带个西兰花吧。他不是要减肥吗？正好给他搞一个西兰花。我才不捧花呢，我就给他买一个西兰花就可以了。记得拍 vlog，好的呀。本来也是有计划想拍一些 vlog，想让你们看一看我平时的生活，然后让你们多了解一下我，因为我以前就是很懒。其实我每天的生活。练习啊，拍照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可以拍下来的，可以让你们看一看。青春加点戏啊，因为我非常喜欢玩那个狼人杀、剧本杀什么的，所以我当时录青春加点戏的时候，我特别兴奋，很开心。姐姐和可妮关系怎么样？很好呀，我们是，两妮，多上综艺，行，那得看公司安排了。看了一眼我的经纪对，他去上海了，后面会接戏吗？后面应该会吧，反正还在计划，现在就是都在计划。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我多方面的表现吧。后面有生日会吗？后面在，也在计划了，看一下怎么安排的。让经纪人多加油，好，请在大屏上打出来，请经纪人加油。729等姐姐，好的，看到了吗？他露出了不好意思的微笑。可以唱一首周杰伦的歌吗？周杰伦，
周杰伦，《简单爱》怎么唱来？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永远单纯没有悲哀？我想和你骑单车，我想和你看棒球，想这样的生活，你爱我，你爱我。喜欢的歌手是谁？接下来是要玩迪士尼。好的呀，我也没去过迪士尼呢。你们喜欢的歌手是谁呀？好的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怎么发。好的，看你们这么那个什么，我就给你们弹一个。我是拿着手机走，还是拿着这灯走？好姐，我拿着这个手机走，还是拿着灯走？但这个是连着这个的。灯呢？哦，它就没有了，那就直接拿手机吧。哎呀，是不是让你们看到我的家了？看过了，vlog 哦。那你帮我拿一下嘛。唱什么呢？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吻。弹错了。弹错了，弹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就弹到这儿了，因为那个我的注意力不在这个钢琴上。好了，就弹到这儿吧，还可以再唱两句别的，看一下那个。注意力放在你身上，好。草原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各自远去。我给你写信，你不会回信，就这样。你刚给我拿的太难看了，那个奖，下次跟你们好好谈啊。主要是我的经纪人他给我拿了之后举起来就不太好看，我就是总想看一看。好。经纪人加油！哎，他们喊你加油。打光可以关掉了。关掉就不好看了吧？把那个关掉了，那个拿下去了，那个拿下去太白了是吧？请经纪人加油。好想看看我的鞋柜啊，下次给你们看我的鞋柜吧。我很喜欢买鞋，所以我有很多鞋。微博都翻牌，我今天有翻牌，因为我看到那个，我发的那篇微博里面，你们给我留言很多，我都看了，包括私信我也会看，
然后就是挑一些，就挑一些翻一下，然后后面我还会继续翻的，还是打一点点吧。一会儿最后的时候给你们唱一下 Promise。 现在太暗了吧，好的。在浅橘色的孤岛，一段甜蜜的预告。最喜欢哪个舞台？你们觉得我最喜欢哪？我每个舞台我都喜欢。那天其实有人问我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有 Funny 问我说我最喜欢哪个舞台？我其实每一个舞台都蛮喜欢的。然后他说他最喜欢 R&B All Night。因为每一个舞台都是我自己选的，还有你们为我选的，所以其实每一个舞台我都喜欢。浅橘色孤岛，我看很多人都喜欢浅橘色孤岛。指甲好看，就正好没什么事情，就做了一个指甲，本来不想做的。因为过两天我们要去演出嘛，所以想说在台上好看一点。来个 wink， 我才不要 wink。 再给你们唱一首我的秘密。嘿，我有一个秘密。最近一直很好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，我只知道我在想你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。有一种感觉，我想说你我心里的秘密，哦，是你的甜蜜。你们是不是跟着唱呢？是不是你对我有一种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我心里的秘密，好像喜欢了你，眼里陪着我声音，就算说了也动听，这一种累了的声音是最温柔的证明。之间的距离好像一点点靠近，是不是你对我有一种
我犹豫要不要告诉你，别人像喜欢了你。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真很近、啊、有一种感觉我想说明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的甜蜜。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，付出感情，我要让全世界都清醒，是我会一直深爱着你。卡啦，我每次唱这歌都很开心。真不错，是你们真好，学的好快啊，真不错的会了。我下次直播的时候给你们好好弹琴，刚才没弹好，有点尴尬。嗯，本来没想去弹琴这一趴的，没整这一趴的本来。期待下次。好的。诶，这是谁就这么跟我拜拜了？我还有一会儿呢，怎么就跟我拜拜了呢？一会儿最后的时候唱 Promise。 清理里面有什么遗憾吗？就是采访嘛，比如说一般采访都是你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事儿，你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，你有什么遗憾的事儿。没有遗憾，我没有想给自己留任何遗憾，所以我这一趟旅程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我也知道你们也都很努力，所以我们不要想有什么样的遗憾。嗯，而且我收获了你们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。多喝水，好的，多喝热水。小王说了，多喝热水。后面有很多活动，然后你们可以期待一下，各种不同的类型的。英文歌，英文歌。I went to a sun, but it wasn't a match. It was some song by the Ricky. Now I listen and laugh. Even almost got married. Ariana Grande， 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。艳妮，美丽凯蒂。Beautiful girl all over the world,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I'll be waste,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, baby.